OK， 你出捻账啊 ？OK， 炒骨灰位抗拱，炒骨灰位系赚钱揾食，系被供系走佬。咁当然啦，如果有一日俾我真系揾到2000亿计嘅，假如有咁样嘅能力嘅话咧，咁我一定系毫无犹豫地会揾好捻多钱出嚟搞搞呢个共产党嘅。呢、个绝对会系，亦得我一生嘅最大希望，几得好玩嘅做金主。嗯，系啊，喂，你知唔知啊？拎好捻少钱出嚟做金主，啲捻已经当你神咁拜噶啦。系。嗱，我就唔想講翻咧，即係呢一頭先我播段片，當然係馬來西亞，我哋其中一個網友買咗間屋啦。其實原來只需努力做，我都做得到一間咁樣幾千尺嘅屋，有埋咁樣嘅裝修，200多萬港紙。OK， 距離呢個吉隆坡都好近。咁但係我唔係講嗰啲住先，我而家即係想講下咧，即係我哋中國人即係沉澱咗兩日之後啦。其實我就唔係好想 involve 入去呢個所謂獨派同呢個本土派嗰個拗撬。除咗當事人之外咧，每一次呢咁嘅分裂咧，我硬係覺得好多人咧就唯恐天下不亂，而其實最重要嘅，老實講，個個都話自己是其是，個個都話自己非其非，但係個個其實都有曬既定立場。我甚至乎在今次入面，當然我不認為黃毓民有錯，但是你們認為毓民是有錯的都不要緊的，我想講清楚一點，而是究竟譬如你們本土派或者獨派，現在這群獨派的朋友你想怎樣先？今天有個 Philip Mac 的網友 send 了一篇文章，我覺得他是這麼多個之中寫得最清楚和大體，都表達到類似我的意思，起碼你學好做人先，學好做人是一件咩事呢？是一件對你推動港獨理念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。而即使在推動港獨入面，你哋最後是失敗啊，你學識做人對你的個人提升都一定是會有幫助的嘛。嗯 ，OK， 咁係咪一定要你擦鞋啊？冇人要你擦鞋，但係譬如我見到盧斯達，其實我幾中意睇一啲文嘅。嗯，雖然不是成日睇，我有睇嘅啊。雖然我覺得佢咧，用嘅字咧，其實有陣時都係有多咗少少。點講？唔係話沙石啊，係修飾啊，太中意啦。佢唔緊要嘅，屌你咪你去刮阿仇斯達，仇斯達，我原來屋企做個生意。咁呢啲嘢有咩意思？係咯，即係唔代表係咩咧？有咩意思咧？同埋就算你屋企或者佢自己開公司。唔代表佢都好有錢啊嘛，即係等於你都開公司，就算水王都開公司，就算我好有錢，就算佢好有錢又點咧？係，我因為佢話明唔收貨唔貨金定點嗰啲，冇意思。即係人哋其實咧，我淨係想你哋成熟啲，喺明買啊，喺意見不同或者即係老實講，即係你太 side check 啦，對講嗰啲就即係你譬如你話港獨咁樣。黃毓民有冇俾你哋想做的？真係從來講撚完㗎！你無論想表達乜嘢都好，今次喺我嘅眼中咧，獨派呢一班朋友仔咧，包括樹峰嗰篇文章我未睇啦，當然，我認為大家冇亦都冇必要去咬死佢哋嘅。但係如果你哋自己喺某一件事情上面，喂，你起碼係咪可以做個道歉咧？喺某一點上面，係咪可以講聲對唔住咧？係嘛？至於政治辯論，咪繼續講咯。Okay， 你又喂，老實講，政治嘅嘢特別係啦，好撚難去說服大家嘅。譬如講我唔講黃毓民，就講我喂，台灣要死唔撚俾佢死啊！台灣民眾黨對我喺我心目中，佢係等同共產黨嘅。佢哋做嘢嘅手法，喂，諗考撚錯人，你幾撚偉大？你想喂共產黨當年唔偉大咩？永遠就係好簡單嘅啫，只要係有民主選舉嘅。OK， 即使今時今日嘅共產黨，佢可能好多好黑暗嘅手法，但佢都要跪你哋張票啊嘛！即使今時今日共產黨，所有人呢個就係我哋唯一就係爭取呢一個民主嘅原因，係咪？如果你話屌你老母，我爭取咗啦，我建埋國啦，啊台獨埋啦，甚至乎咁，你又俾唔俾共產黨去參選咧？假如仲有呢個理念嘅人嘅時候，係嘛？即係又或者你哋香港港獨嘅論述，唔好講話要咁用，即係以你哋嘅才學，今時今日要你講個論述出嚟，可能係好難。OK， 但係起碼即係咁意見唔錯嘅，一早就唔喺度做節目啦，係嘛？
一早就應該屌自己即係自立門户啦，那個門檻又唔係好高。即係大家，我覺得無論你支持阿仇斯達又好，盧斯達都好，其實係冇乜必要咧，即係再係發酵呢件事。即係、即係屌你，講真，一個韓國瑜入唔入中聯辦咁樣都要咬死對方，我俾你贏緊曬。係啊，啊，我如果我用最一串，哎呀，獨派真係好撚叻啊！我梗係好撚拜你嘅咁撚嘢，梗係啦，入中聯辦咁啊嘛，咁啊點啊？你哋仍然係。屌你老母，係完全係攞，即係喺社會上面係冇並冇任何影響力嘅幾夥人。嗯，而且係不斷講下，好似就今次咁講啦。屌你阿鄭合，即係阿鄭合啊，少啲 involve 到呢單嘢度啦。我成日話要去 marketing 到結果呢個餅又越玩越熟。嗯，我係真正作為一個港獨嘅單黑支持者，我諗我比好多人都早講港獨啊！我係真係夠膽喺個。鏡頭度講，雖然我嘅港獨同你有啲唔同，我港獨就係華人與狗不得乾淨嘅，跟住歸英係嘅，係啦，或者歸美，唔係俾人哋嚟公平選舉嘅，我哋投票，我哋公民公投係啦，公投嘅可以 ，OK， 咁但係即係同你哋，即係或者佢哋港獨，佢哋想係點，我都未知啊，嚇、即係甚至乎佢哋比較嘅論述就係話民族黨，咁究竟民族黨到而家都未立到我㗎，陳老天，咁點為之民族啊？零七年啊，算唔算係啊？佢未嚟過七年，但係好撚把我哋香港嘅概念，又算唔算係咧？點為之香港嘅理念先？係，喂，你知真係係好深嘅嘢嚟嘅。OK， 唉，真係後生仔，老實講啊，而家我睇落去就將會越行越遠。佢哋點解咧？因為其他派別嘅人會同佢繼續拗，佢哋為咗合理化佢哋而家做嘅嘢，又或者佢哋真係覺得自己好合理咧？即係大家睇法唔同啫嘛。佢哋就只能夠越行越遠嘅啫。越行越遠嘅時候就係、是。還抹黑別人，還自己清白，唔理係邊一派，都將會出現咁嘅情形。OK， 冇必要嘅。喺某一件事情上面衰咗就要認，但係喺某一件事情上面，你認為你堅決嘅咪堅決咯，冇乜所謂㗎。你好似講到天南呢、這個，你講到 My Radio 係咩俱樂部啊？國民黨俱樂部，喂呢、這個係肆意抹黑啦。國民黨俱樂部就唔會俾你呢班友屌你喺度做節目咁耐啦，國民黨俱樂部就唔會有嗰、那個屌喺台大國立大學嗰個咩教授啊，梁文滔，梁文滔啊，喂，堅定不移嘅綠枝枝嚟嘅，係啊，咁一樣上去做節目，嗯，係嘛，即係有陣時即係一嗌交嘅時候，相嗌唔好口，但係就唔好咁過分啦，後生仔係嘛，跟住再唔係就變成死老嘢，再唔係就話打壓年青人，屌咁你呢啲冇意思嘅。去到 ，OK，